大概再靠近些。哎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。这是草根呀，我们成家了。哎，那手抖抖跑还得把后盾留出去了。那你供他的花，那跑到哪里都就丢不掉了。再搞试试。那那红人不吃，新人不见。那就是政府为了这个改善城区环境，做好这行动村建设。有你们居民给他把东西摆一下。山人有山人的那个福分，叶子也是这样，他有他的那个福分。我觉得你是好人，能干你。不能就是该这种事吗？不管你是谁认识的人，还是啥人，马上就要搬进这个宽敞整洁的楼房了。请问你现在心里想些什么？我不要。我农民也出来的，咋不搬了这是？